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, the first thing that I'd like to do as is a 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.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,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, I'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,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.大家好，我是一百，人送外号世界医美茶教授。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聊聊我组建新 S 面战队拯救世界的故事。自从和基友老王在沙滩离婚后，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。我的朋友蓝瘦为了减轻我的痛苦，发明了一种能够治疗残疾的冷筋药剂。在药剂的帮助下，我重新获得了走路的能力，但代价是无法使用超能力。有天金刚狼老铁来找我，要我和他一起拯救世界。据他所言，魔性女翠花在那两天后因为杀死科学家小恶魔而被军方逮捕。政府为了防止变种人再次搞事，于是利用翠花的基因升级了小恶魔生前研制的哨兵机器，准备将变种人屠杀殆尽。为了阻止悲剧发生，50年后的老铁将意识穿越回到今天，和我一同去阻止翠花的刺杀行动。老铁表示，想要阻止翠花还需要万磁王老王的支持。而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。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。毕竟爱过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找白色闪电快银，让他去帮忙救正在牢里的老王。一番折腾后，我们带着老王去阻止翠花的行动，但没想到老王居然想直接干掉翠花。我的基友蓝瘦当即发飙，和老王大打出手。这次战斗引起了民众的恐慌，政府为了稳定局势，决定举办一次哨兵战士的展览活动。我有预感，翠花一定会来活动现场刺杀小恶魔，于是我停止使用冷静药剂，觉醒超能力定位翠花的所在地，却发现翠花这会儿正在看一档名为一百说大片的节目。我当即表示点赞，并劝翠花回头是岸，可惜翠花杀意已决，非要给小恶魔脑门开光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带大家一起去会场见机行事。没想到老王贼心不死，居然又来搞事情。他用超能力搬来了一座体育场，包围了整个会场，准备直播干掉各国大佬。老铁本想阻止，反被老王一招亚洲捆绑控主扔飞。So much for being a survivor. 眼看大佬们将要凉凉带狗，翠花决定挺身而出，假扮一号大佬来稳住老王的狗熊脾气，并趁老王一时大意，用 1.8 焦塑料枪放倒老王。原本翠花还想顺手将小恶魔干掉，但在我的真心感召下，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行动。而政府被我们的和平理念打动，决定停止哨兵计划，至此世界又恢复了和平。为了纪念此事，一个和我同名的大师哥还专门提示了一首以作纪念。后期 music， 哨兵横行断长空，人间处处炼狱中，一念流转改苍穹，破尽难关意重重，汉心已变乱世中，丹心未改罪亦浓，遥望佳人锦衣在，相视一笑不言中。我们下期再见。